Hello, we're on air. Testing 1, 2, 3. This is Tina. I hope everybody finds me on time. 哦，声音还是有点哑，对不对？今天早上，喝点水。You must be my lucky star, 'cause you shine on me whenever you are. I just think of you and it start to glow, and I need your light, and baby you know. Hey Jessie, you're number one. 心灵欢迎。All right. Yeah, you're the first one, Jessie, today. 蔡瑞、李婷、舒舒 and Ray, she starlight, stop right for star, I see tonight, starlight, Sophia, 智萱、素清、丽娟 make everything alright, starlight, stop right for star, hi Joyce, 小诶竹鱼凤鸣、雅文、彩珍、素清，有一些新名字的感觉齁，佩玲在台湾 right, 美兰、文婷。All right, Red Zhu. You must be my lucky star. 美兰 Cause you make the darkness seem so far. Daisy. 秋云、心灵、燕珠、丽玲 When I lost, you'll be my guide. I just turn around when you're by my side. Starlight, stop right for star, I see tonight. Nicole, 玉珠 Fanny, 月香、美兰。OK, 美兰我讲过了哈。中皇，哦，你来啊哈，舒快。OK, 有没有人知道我刚刚在唱哪一首歌？这首歌是很老的老歌，嗨悠悠，它也很有名。但是这是他很旧很旧的一个专辑，大概是他刚出道然后很红的时候的专辑。You must be my lucky star, yeah, 就是这一首。查一下哦，看这个歌手是谁，一个外国人啊，杰宇 Watch you，OK、okay? Sophia 你知道那你是同个年代呢。他还有别的歌 Like a virgin, hey,Touch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Peggy, Sun, Gloria, like a virgin. Hey, Gloria. Gloria 是我认识的 Gloria 吗？逸轩，如果是要跟我讲哦，哈。Hi, Jojo. OK. 好，你们有些名字好像哦，所以有时候我都不确定我念过了没，哈。可能我们是同年代的名字就会很像，哈。玉凤。All right, 好来，今天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Madonna. Yes, you got it. That's her, Madonna. OK, 我们以前，1980-85年代，或者是到这个1990年代的女神哈，秀珍美玲哈，秀兰你来啊哈，你跑很多摊呢哈，辛苦了 ，Menu。OK, Peggy 也知道是 Madonna, yeah, that's right, we have Madonna. OK, Madonna 是我们的女神。来，我跟大家提一下呢，我怕我待会忘记，就是还是有人 po 文呢，忘了，还是有 hashtag。然后我最近就想说，好，同学，如果你们要 po 文，然后你们在社团里面不能 hashtag, 那你们做一件事，你们用小老鼠，然后写蒂娜。胡思乱画，原则上它就会跳出来。你们用这个方式去做一个标注，这个好处是你的朋友看到你的作品，或者是新加入的人看到作品，他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看影片啊。因为很多人就是会在那边问说，那个老师直播在哪？我也要看。好，可能有新加入的团友，或者是现在才有空的团友想要看，可是他不知道。然后你们又很习惯啦，可是这我也会用嘛齁，就是很喜欢用井字号，但是因为我们不用井 ,OK, 我们在社团里面我们不用井字 ,Sorry, 我们不用井字，所以呢嗨千玉 ,OK, 所以可能要麻烦你们到时候呢分享作品的时候直接改成小老鼠然后蒂娜，然后我的蒂娜也有很多人写成不一样的蒂娜齁，请记得它是蒂，这个是哪一个蒂，帝王的帝。
那是有口字旁的那、哦、因为要讲话要一直讲话巴拉巴拉巴拉 OK 贝玉橘子 OK 华娟 OK 还有彩玲还有雅玲 OK 还有映雪、哦、都很多是有印象的同学 OK 吗 Alright 来今天我们要进入21天 My goodnessOh my goodness, we did it! 我们完成21天效应了呢，朋友们。所以呢，今天问一下，不管你有没有参与到21天，OK? 不管你有没有参与到21天都没有关系。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呢。假设你只参与9天也没关系，或参与3天也没关系。但是有参与的人，假设你也有到了21天或到了12天，你觉得你参与了这段时间，你对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有什么不同，或者是你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 ？OK， Hi 佩慧 ，Nice to have you， 非常感谢大家进来哈，因为这个今天的21天对我们来讲很特别哟。啊，我们那时候是。想要来个到5月底，然后来就往下延伸，我们就走了一个21天的这个旅程。那21天原则上是你可以建立一个你自己的习惯。好，哎，我往上放一点，这样比较清楚。你可以建立一个你自己的习惯。所以，请问你们啊，对，你们21天，你觉得你们建立了缠绕画的习惯了吗？有建立起来了吗？就你21天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啊 ，OK， 很开心可以下笔画，嗯 ，OK， 没上课就怪怪的哈、啊，有啊，你本来就很喜欢跟我一起上课，对不对哈、啊？因为我们实体课有一起上 ，OK，Hello、okay? Julia。OK， 感谢老师感染快乐。嗯，可是这是我啊，哦、你的21天就是这样吗？画画没那么难哦，素清这个好，这个 feedback 不错。对啊，你们画了这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自己不一样了，或者是我也画画没那么难了嘛，对不对？以前好像觉得很困难，就是我来欣赏就好了，结果就自己聊都可以，有人就是下去画了哈。觉得哎，跑很快哦，原来我也可以画画，觉得老师好棒，大家好棒，自己好棒 ，OK， very good， 很主动画画，习惯要画画了，很棒 ，OK， 君如欢迎进来哈、哦，每天都期待老师的直播，天天画很开心。但是你画了几天了呢？你画了这几天有没有对自己内心有什么感觉，或者是你觉得你有什么变化了呢？啊、哦。嗨，子云，新同学欢迎哦！我们会讲一些有的没有的，没有看到没关系，回去看之前的直播就可以了哈。Amy 说，原来我也蛮会画的，心情变平静很多哈。21天，对不对 ？OK， 很疗愈。OK， 好，感觉透过这个缠绕可以四处走动，只要跟上就会被疗愈到。OK，Yuki 差点错过了，是吗？把缠绕变成日常，嗯，很棒。原来我也可以跟老师画出一样的美，拜托，画眉是画嘛，念画。我跟你讲，我发现你们画的比我美。OK， 映雪说很爱画，每天都爱不释手，内心想法无法附上之行动，心里很满足。原来自己也可以有很多创意。九九说有进步哦，我被个聊落去。Menu 说开心画，享受老师的歌声，灵活。头脑 OK， 说不完，好棒哦 OK， 嗨丽雪，嗨萨巴鲁 OK， 竹鱼呢突然觉得每天早上好热闹，很开心 OK， 我没有21天，但没有关系，对，慧兰你就走你自己的步伐哈、哦。只是我想知道这种过程，其实有时候我们是可以发现自己内在，很多时候我们是习惯是需要慢慢去调整的，然后21天可以养成一个新习惯哦，哈，想每天都怎么跟老师呵呵跑得好快 ，OK，Eva 来报道了 ，Thank you，Joyce 每天期待画画时间，哈，觉得自己很厉害，很会画哦，真的呢，寄信给闺蜜的信封上也可以画缠绕，哇，真的闺蜜收到还开心大笑哦，真的哈、哦，很开心。好棒哦，觉得发现自己胆子变大了。Yuki 说慢慢的在进步中，是不是？好、哦，
结语啊，结语你写太多，我来不及念，你就往上跑了。二十一天，感恩老师分享哦，每天期待哦，不见了。现在每天都要画，欣赏自己的作品哈、哦。我是心灵导师，对啊，我就是来，我根本不是来画画的，我就是来跟你们在一起的 ，OK 吗？啊、哦、，OK， 秀凤不用客气，因为你们也，我抱你抱抱我，我也抱抱你哈。哦OK， 不用伤脑筋要画什么哈，沙巴鲁，但是我还是会留空间给你们自己去发挥，对不对？很开心遇到我，我更开心遇到大家哈。这是一个不小心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没想到我们走了21天。对，玉英说的对，我们不需要用橡皮擦跟尺来画画，我们要在缠绕里面无尺，对，不要怕害羞，不要害羞哈。九九，你不要，你爱上我了哦，你是爱上缠绕了 ，sorry 啊，不是这个意思哈。好、哦，让烦躁不安的自己可以平静 ，OK， 好，我很开心呢，你们自己可以就是内观自己，可以看到自己不同的样貌 ，OK， 有时候就不小心这样一直做一直做，你就会做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缠绕21天呢，不是只有缠绕本身，也就是说在你的生活里面，或许你某些其他的事情你都很想去试试看，那在你时间上还有体力上允许，我都希望你们可以去尝试 give it a try， OK， 人生就一次嘛，对不对？如果今天没有因为这个不小心出来跟我旅行，然后把笔拿起来画，其实你也没有发现原来我也可以做秘密花园的作者我画自己的秘密花园，我自己上色，对不对？好、哦、Jessie 说觉得画画简单多了，是不是？哦，你以前有学过水墨画，那你应该是很有底子了，我们这个都是小儿科会水墨画的应该这个算简单了、哦、而且我们还可以欣赏同学们画得很美哦、oh, ，OK， 好，我本来要分享同学们画的很美的作品哦， oh, 我觉得大家真的太有才了。你们昨天我看大家的粽子哦，我真的是看到哈哈大笑，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好棒。还有人把龙舟画进去，有没有？然后也有人把那个我们昨天画的那个图案是 Yinka， 对不对 ？Yinka， 因特卡，因特卡是不是？Inter. 那有的人就是用这个图案 Let me see Let me get my tile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Where's my tile? 我每次要找那张 tile 那张 tile 我现在有一手牌嘛，我每次要找那张 tile 那张 tile 就不见了，它就会藏起来。这个有人也用这个图案来画，这个图案跟我们昨天画的这个图案是不是很类似、哦、所以其实缠绕里面有很多是很类似的。 Hi Doris HelloSulim OK， 习惯老师的声音了，21天了，然后呢你们也可以把这个图案放在你的粽子里面，所以我看有很多人做变化，我觉得真的好赞哦，很棒。有没有看到老师的作品还停在昨天实在是时间上有一点太充实了，真正放空情绪，可以全神关注在缠绕里面。 Hello 宜珊 Nice to have you，好，非常开心你们进来。OK， More， 我昨天还有遇到一些同学，对了，你们的照片请不要放你们，比如说你们的照片就是你的作品必须要大概四分之三，而不要放其他的话剧，就一张照片或者是你的脸一张照片哈，那个我是不 po 文的。再来就是不要放景致，你放景致我就不会把你 po 上去，我会通知你。所以我今天开始请大家，你们要 po 文可以用小老鼠，然后写小老，你打小老鼠，你打蒂娜胡思乱画，原则上你一打之后它应该会跑出一个连结，你就按那个好了。那这样的好处是让社团里的人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知道你这个画是在哪个地方看到的直播，他们就可以点进来看直播了，好不好？因为我有时候会在那个社团里面啊回复不完哈、哦，不好意思，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把我最精华的早上一个小时跟你们在一起，对不对？
然后呢，还有我要提一下，就是我们在线上的，我会尽量线上回复啊。你们留言呢，我会看，可是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回复，能回复我就在线上，好不好，宝贝们？OK，好，月珍也进来了，摩尔进来了哈，那个紫云也进来，从来没有想到要画缠绕，好像很难哈。那现在爱上了老师的画，OK，太好了哈。其实不是爱上老师的画，是爱上自己的画。有些时候那只是一个 reflection，就是一个反照，就是说，哎，你觉得好像是这个，其实没有，其实是爱到了自己，OK 吗？OK，Daisy 喜欢我呢，哦，阿里嘎多呢，哦，你学会画画了，OK。那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们的21咯，好开心哦！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上午我不会看，不会那个直播哈，我会在下午或傍晚晚上的时候，我找到空档再直播，因为明天上午下午都有课程，所以时间上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会找空档，所以你们要注意我的公告，我都是大概半个小时前公告啦，拍谁 ？OK，因为如果是先压时间，我就会很多事情会做得很紧张哈。那但是我都心里面放着，要留时间给大家。OK，All right，收到了哈。来，那我们今天呢，就麻烦大家。好，我们就麻烦大家找你们的纸，然后找你们的纸、纸笔，3支就好。我今天带那个苎麻笔出场，有上过我的课就知道我叫这一支叫苎麻啊，因为我教小朋友啊，小朋友他们拿这个笔材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搞不清楚，老师我现在是要用哪一支笔？所以呢，这就是铅笔，这是纸笔，那这一支是黑笔也很奇怪，所以这一支我叫它苎麻笔啊，就是 pick 是苎嘛，阿妈是妈妈，啊，这小孩子就记得很快，他说哦，老师要用苎麻笔吗？我说对，OK，啊，OK，哦，贾进来了哈，All right，所以我今天带苎麻笔出场哈，苎麻笔是塑胶笔头 ，OK，它是塑胶笔头，所以它可以用力，OK。哦，那就比较不会担心我今天的力道，但是它就相对比较粗哦，因为有时候我其实出门最常带的孩子就是苎麻笔，就是 pick 这一支塑胶笔头哈，独生子，因为它就只有黑色的哈。那 PN 笔有时候也会带，但是我觉得这一支最好带，因为它就比较瘦，你看这种笔它比较胖，我的包包很小，我的那个妈妈包啊。就很小嘛，就是妈，我们做妈的都会背一个斜背包。那这一只又相对胖，对我来讲我就很斤斤计较，有没有？有的人骑脚踏车有没有？就是要变卡蹦的，要变什么？差一点点1米都不行哦。啊，它比较胖，啊，有时候我就没有带它，我就会带它，因为它很小，非常好塞哈。哦那这个是带针，带针给大家再看一下哈。带针的话，它的头呢是固定好的。所以它的大小是固定，请不要就是想要把它变粗，想要变细，OK？哦，桂英来了哈，淑华，OK，很高兴你们进来，OK？好，所以大概是这样。那我今天请苎麻笔来出场，那请大家呢准备好之后呢，不管你手边是什么样的纸，因为其实你手边就算是拿那种卡通纸、瓦楞纸，它都会有分粗细，对吗？哦。像我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那种我的口罩的纸，OK？那它也一面是比较光亮，一面是比较粗糙。好，那这个当然是要用正面啦，因为正面已经有印东西了嘛。那假设你拿的不是这种回收的纸材，你还是一样摸一下，好，摸一下看哪一面是比较粗的，一定会有。啊，有的人会跟我说：“老师，我摸不出来啊。”那就没关系，那就表示两面一样粗。OK，我们就当做两面一样粗，OK 吗？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请大家呢提起你们的2B 铅笔，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到来哦，哈，因为那个其实我们要持续每天画画，说实在的哦，也不容易，所以。
你们应该要先谢谢自己 ，OK？ 你们要先谢谢自己，然后让自己呢，告诉自己说，原来我也可以这么棒哦，这个很重要 ，OK？ 哦，碧玲不客气哈，说走就走，美好的21天 ，Yeah！ 没想到我们竟然达成了，好开心哦！好，那我们现在来针对你的这个纸砖上面呢，我们一样来做4个点。然后我们进行呢，舒服深呼吸 ，OK？ 哎，今天进来的，目前进来的人比较没有那么多呢，是大家还没有看到吗？如果有人不知道，赶快去提醒他 ，OK 吗？哦，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啊，昨天呢，啊，昨天的时间不一样，就有人记到1点半，其实我是12点半。啊，后来才进来啊，哦，就尖叫了。OK， 好，来，那我们今天呢，一样，我们来做深呼吸，吸进去的时候，一样停在你觉得最舒服的位置，胸膛也好，或者是肚子也好，哈，但不要憋气。吸满之后，我们就进行吐气，将你的线条从一个点画到另外一个点，越长越好。吸气，吸。吐，慢慢吸，慢慢吐，吐最好是更长 ，OK？ 丽玲，你来啊，哦，欢迎欢迎哈，哦！美玲已经养成习惯了，对吗？好棒哦！从一个原来不是绘画的白痴，今天应该是个很厉害的习惯 ，OK？OK， 吸气，对。用鼻子吸，用嘴巴吐 ，OK 啊，会用鼻子吐也可以，就是你觉得舒服。那为什么我要用嘴巴吐呢？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我在吐气。但是其实用嘴巴吐也挺好的，就是把你感觉，就是你把某一些你想要讲的话，就这样把它吐出来，也是一个感受，好吗？吸气，吸，吐，哦，让你知道我在吐，所以我就嘘的声音。那如果你喜欢用鼻子慢慢吐，当然也是 OK 的哦，好不好？你用你自己舒服的方法。哦，这一条我够抖的呢，因为我在跟你说话，我就抖成这样子，有吗？ Hi, Peaching, welcome in. Thanks for coming. All right, 我们来第三个，来，刚进来的人，我们就直接进入深呼吸咯，吸气，吸。吐，嘘 ，yum yum yum， 记得哦，这个线不要画得太重，画轻轻的就好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线，你到时候要不要留住它。不过我们今天的图案可能会留住它了，可能 ，OK。Good morning, Judy. Nice to have you. 真的吗？外面树上的蝉叫，哦，蝉叫，听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绿叶吹黄，这跟蝉有关系吗？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唱这首歌。OK， 来，深呼吸，吸，我们最后这一口气，请大家呢吸饱饱，吸满满，好不好？把今天早上起床到目前为止最满的那口气吸进来，然后慢慢慢慢慢把它吐出来，深呼吸，吸，呜，吐，嘘。Slowly, slowly, smoothly to the next dot. Perfect. All right, you guys did a good job. 好棒哦！大家把这个框透过呼吸的方式，慢慢的将它完成咯，太好了！来，我们今天要画的这个东西呢，它的名字啊，前面两个字母呢，跟我们现在要画的其实是有关系，它才会取这个名字啊。那我们现在要来针对你的这个框框，秋蝉对不对？这首歌叫秋蝉对不对？哎，可是蝉是秋天吗？不是夏天吗？是秋蝉，对对对。夏夜去秋意浓。秋去冬来，美景不再，莫叫好，若是匆匆。好像是这一首对吗？好啦，突然刚刚讲说那个
东王说有蝉叫，我就想到这首。来，我们现在呢，直接用黑笔好了，我们来挑战直接用黑笔，我们就不用那个了哈，跟着画就没有问题了。OK， 来，看到这四个点没？我们刚刚已经用铅笔呢，把这四个点给点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在这四个点呢，我放的这些东西可不可以让它比较能够对焦 ？OK， 我们就在这四个点呢，去打一个叉。那这个叉呢，需不需要很直线呢？不需要的 ，OK 吗？不需要很直线，好吗？好，来，我来打咯。那我不客气咯，我乱打咯。OK， 我的线可以是弧的、弯的，我要打一个 X，OK？X，X， 嗨，徐娜 ，Nice to have you。OK， 知了声声叫着夏天。哎，这是另外一首歌吗？就是你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天天蜡笔和万花筒，到底是谁抢到那支宝剑？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哦，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年，期待长大的童年。OK， 好，童年嘛，对不对 ？OK， 好，谢谢。All right， 好好玩。好，你们还会给我写歌词呢，多谢阿林哈。好，来，我已经画了一个叉，对不对？那我现在还要再加一个一直线，所以你这个一直线你可以加在这，也可以加在这，你自己决定好吗 ？OK， 好，好，那我想要加在这，嗯，觉得这里比较快，加在这，你看，你就这样就很那个，很犹豫，对不对？很容易犹豫，哈，嗯，加在这还是加在这？我就在这里说加在这，加在这，我就加到下课，会不会？21天虽然中途加入哈，还是很感谢这个奇妙旅程，太好了，没有错。其实你的21天不用跟我们一样，哈，你的21天自己决定，因为我们有回波带，所以你就可以自己觉得你想要在哪里就在哪里。好，所以其实这一个是一个 I， 这里是个 X， right？ OK， 谢谢大家夸奖我的歌声，不嫌弃啊。你看我要逗大家开心呢，好，然后笔放进来一点。OK， 我想要让那个可以对焦。好，然后呢，这个名字它就是 Xras， OK。那因为它的 Xras 里面有 I， start with I and start with X， 所以它的拼音前面有一个 I， 有个 X， 所以它就从这里开始。这一个图呢，我跟你讲，这个图呢，你们画了之后就会非常非常的熟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呢有一堂课是它跟那个星月很像 ，OK， 所以我们今天来数数看咯。好。我们的画法是这样，它跟星月有一些不同啊，但是有很多雷同，所以缠绕有很多图案其实是同样的一些想法、哦、和功能、哦、好，来，那我们现在呢，我要多加一个光环线咯、哦、宝贝你们注意看呢、哦，我要加光环线。光环线呢，我们都假设我加在右侧，我就全部在右侧，假设你想要加在左侧，你就加在左侧， OK 吗？ OK， 好，那我们开始咯，我先加在右侧 ，OK。像我画用这支笔画，我就比较不用担心可不可以用力了。好，瑞珠你在问谁？你有进来直播吗？那你没进来直播，我看到的是谁？你别给我惊好不好？你们不要吓，你们不要吓老师好不好？吓鼠宝宝嘞啊！来，我刚刚这条线再拉一下。好，来，那我一样哦，我们的光环线我是加右侧，好，我是加右侧，那我就全部都是右侧， OK 吗？你如果加左侧就全部都是左侧。光环线的意思，它就是一条平行线，跟它的平行宽度看你是要多宽，
多瘦你自己决定啊。OK， 它就是一种这样的感觉，所以它叫做光环。OK，aura，你就跟着它。当然，这个光环就不一定只是直线啊。如果我们今天是圆形，也可以有光环；方形也可以有光环，所以它叫光环。那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平行线 ，OK 吗 ？OK， 好。你们好可爱，你们还在这里直播里面对话，还问说我有进来吗？然后刚刚悠悠就说有OK， 好的，宝贝们，你们在这个团里面已经很自在了哈，我很开心。 OK， 我创这个团事实上就是要让学生们可以来分享作品的。刚开始后来呢，学生们都很害羞，尤其是台湾的学生们，我刚害羞诶，然后呢都不分享，所以就只有我一个人分享。啊，现在幸好大家加进来了哦，很开心嘛，好开心噶，大家都进来了喔，所以我就可以真正的让大家分享作品了。OK， Hi 佩莹 ，Welcome in， All right， 因为我的时间真的非常的弹性，弹性到嘞。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要出现哈。小丽 ,hello。来，我们画完了光环线，假设我再说一遍哈，我们画了这个之后，你们先打个叉。打个叉以后再打一个中间再打，所以会有六条线。所以它是一个 I 加一个 X， 因为刚刚有人进来哈，我再 review 一下哦，一个 I and 一个 X。然后画完之后呢，你就在你的这个旁边右手边画平行线，或者在左手边画平行线，但你就是选择右边就全部右边，选择左边就全部左边 ，OK 吗 ？OK， 这个团怎样？很热情和谐啊、嗯！但是就是因为要维持这个关系，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务必遵守团内的一些规定哈、哦。有一些规定的存在，不是因为针对你们个人，是针对很多的原因哈。啊、哦嗯，就是之前也有人就是来捣乱。就是不是说捣乱啦、啊、就是会有，就是一旦开放就会有这种，它会像破窗理论，懂吗？OK， 破窗理论来自于纽约的市长的一个说法哈。来，我们先画一个 C 的颠倒，然后呢，你的其实我们可以从上面画，我刚刚从这边画了哈，我也可以反过来哈。注意看我的 C， 我的 C 是这样完之后呢，我可以去连从这里。所以它会有一点像这样的曲线 ，OK 吗？好，你注意看哦，它会有这样的曲线。来，我用铅笔画给你们看，我们画出来的会是这样。画完之后，这边会有个曲线，这边会有个曲线，看到了吗？如果你怕自己迷路，你可以用铅笔 ，OK， 你可以用铅笔下去做，啊、哦，好，那这样子 OK 哦 ，OK， from you， welcome in， OK， 李晴。Alright, OK, 有喜欢是最好咯。看到了吗？这样 OK 吗？你的这个边线你可以维持或者是你不维持都 OK 的。Alright, 这个 OK 了嘛齁。如果你这里画好了呢，那你就可以呢，我们就可以先把它涂黑。那有的人画画自己有自己的顺序。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先画了这一支。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地方涂黑啊。你们会发现啊，我用这一支涂黑的舒服跟柔软度相对高，哦，原因是因为我用带针笔，它针头比较细，而且针头不能用力啊，所以我就，比如说我涂黑，有时候我就会交换着啊。那但是你看这猪妈呢，因为它是塑胶头的笔，所以它画起来。它的线条比较不会那么明显，因为它比较可以用力，比较变胖。OK，Alright，OK，、okay? okay, 小云 ，Welcome in。但是如果你们用家里的那种不是原子笔哦，是水性笔的话，也是可以，因为水性笔现在好多种哦。我知道年轻人很喜欢用 0.38 那一种比较细的。但是我个人是喜欢比较粗的，因为我就是个粗线条的人，所以我的笔啊，我喜欢用比较粗的笔头，比如说 0.7 啊或 1.0， 我都是用比较粗的。嗯，还有可能是个性很急啊，也有可能。好，那这个我是不是第一个画好了？可是有的人他喜欢，
他喜欢先画框把它全部画满，好，也可以。例如说我现在画这个，然后接这个，然后就说啊，我现在呢要先画那个啦，我不要那个，我要把这个曲线都先画起来，也可以，你也可以先画曲线，好，把这个弧线都先画起来。我现在停在这个边边哦，我把这个刚刚的框我有留下来了，啊，我有留下来，所以我就是我画到这个地方我就停了，我就假设这个边框是在的 ，OK 吗？好，那我再画这个咯，我不客气咯。然后它是你的这个弧线原则上是有连起来啊 ,SSSS 哦，无限延伸的 SSSS。我们之前有画一个 S 的，是什么图啊？之前画 SS, 哦，画了一个窗花的边图，对吗 ?OK, 你的 S 也不一定一定要从这里。好，比如说我这一个 S 是从这个左边弯，那我这一个可不可以弄另外一边弯？可以的，你自己决定的 ,OK? 你可以改变你想要的方向 ,OK? You made the call, baby! 好，你自己决定你要从什么地方开始，什么地方结束。好，也有人想要先画这个，把它画完，他说我这样比较有安全感 ,OK 的，那就这样子。好吗 ?OK,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涂黑咯。好不好，这个 version 我们就把它涂黑好了。啊，如果有的人他觉得他不想涂黑，想要在里面画一些什么东西，那也是 OK 的。好，那为什么这个要涂黑好看呢？因为我们待会呢在这个黑色以外的区域，我们所要使用的就会是一些线条跟图腾。那这个的涂黑呢，反而可以衬托后续的线条所呈现的效果。所以涂黑呢，有时候它的存在度反而是去呈现别人。啊，有时候我们的牺牲呢，是为了照亮别人 ，OK 嘛？但是我们也不用说那个是牺牲嘛，就是有时候我们也很愿意为别人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个是很正常的，好吗？哈，啊，有时候是心甘情愿的哈，欢喜走哈，还是甘愿走，好，就是很开心，然后也很愿意帮人家这样子哈，尤其是你身边喜欢的人或你爱的人哈，都很愿意为他们做这些事情。所以是非常的好的一件事。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是奉献，其实有很多时候反而是你可能自己获得更多在某个层面。像我这个说走就走的小旅行啊，我也认为我本来是想起心动念是想要跟大家，就是确定大家在家不要闷坏了，所以我想说那就来直播吧，因为学生们也不能出来啊，啊也会想念，然后我们透过直播呢，大家又没有压力、哦、没有费用上的压力，没有时间上的压力，就大家很弹性，这样就好了，自自在在的，这是缠绕我最想要的一个宗旨、哦、就是缠绕如果他不自在，那它其实就不属于一个可以帮你舒压的一个过程。所以缠绕最主要的是一个过程。一定要黑色吗？好问题。小朋友的话我会让他们涂颜色，对 OK, 如果你们有孩子在家，你们可以要求孩子去涂色、哦、那我这边就不涂色了、哦、我就涂这里了、哦、Let me see, OK, 好，有时候 focus 会跑掉 ，OK? 好，那我这一边就不画好了，好吗？我就只画这一边先 ，OK? 好，这个空格的地方，你们如果想要画不同的颜色，或想要画不一样的图案，也是可以的，好吗？哦，那是原本的这个原创的这个老师呢，他在设计这个图的时候，他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他是黑色的。来，我们接下来就要画更多的光环线。光环线呢，就是指跟着你的这个图案去做一个平行，但是碰不到它，跟它一样的一个光环。OK? 看到了吗？
我看我画了第一个光环，那现在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哎，老师，我旁边也有哎，那我是先画这一个吗？我是先画这个画完再画隔壁的啊？不是哦，我们为了要让你自己呢，不要迷路啊，我的建议是你就是乖乖的这个画完再画这个 ，OK？ 这一个我画完了，我们就画第二个 ，Number two。那遇到了已经有人先占位置了怎么办？没关系啦，就先来后到嘛。他先来了，你就从下面过去起飞降落。Hi， 美玲 ，Welcome in。Hi， 娜娜，老师目前有日本龟速风哦，这个吗？这个有吗？真的哈、哦，我知道很多同学有在那个看其他的直播，如果有好玩的也请告诉我。哦，不一定是要缠绕的，因为我也很喜欢学别的东西，只是对耶，我有空吗？我有高开直播吗？啊，还是很希望你们分享，因为我知道同学们很热情，你们哈、哦、都很爱护我，然后也会私底下跟我讲一些哦，分享我你们的日常啊，然后把作品这个私底下丢在私讯给我看啊，哈、哦。那其实你们画什么我都开心的，真的我都非常非常开心哈、哦，因为要就是愿意画，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出发就不远了，我是怕你们不出发而已 ，OK 吗？哦，好来，那我一二三对不对？我刚刚是不是一二三已经画完第一轮了？那我就回来画第二轮，所以如果你有一二三四五六，你就是要一二三四五六下去画，这样知道吗 ？OK。这样你比较不会迷路。那我要来画第二轮了哦，第二轮哦，不是花轮哦。像我这样画就不顺手，所以你们就按照你自己顺手的，你可以去转这个砖哈。但是我想说，我尽量不要转太多，我还是会忘记啦，因为我平常画就是这样子转来转去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画的时候转来转去，因为你在转砖的时候，事实上你的头脑也在做思考。啊、哦，你的脑部也在做一些整理，所以你不要小看我们所在创作里面的这些小动作，它都是在辅助我们去做一些身体上面啊，或是思想上面的调整。OK， 我第二条画好了，来，我来画第三条。所以你只要一个一个步骤去做，你不会迷路的啊。哦，但是我常常听到有人在那个分享的时候喊迷路了，我迷路啦啊，或者是说我画错啦，然后请人家来找茬。我告诉你，你画错大部分人找不到，那个内心的问题只有你自己知道， trust me。 OK， 来，我画第三了，我画第一条的第三个咯。那你看这一条的上面，因为我没有空间了，但是我下面我还是当作它有第三个， OK 吗？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子顺序画，你的线条到时候交错出来的才会很美丽。OK， 所以其实这一段时间呢，与其说我来跟大家一起，我都觉得其实你们也花了时间跟我一起，对吗？那我更希望你们花时间跟自己一起。好，我们建立了这个习惯了之后，如果就算我们今天我没有在身边每天这样叨扰的OK， 每天把你们叫起床，或每天把你们午睡不让你们吃饭，我昨天弄午休时间的时候，你看我这个不顺手就有点丑了哈。然后呢，我的先生就说啊，你弄那个中午时间人是要吃饭啊，我说我就吃饭配缠绕啊对不对哈 ？OK， 哦，我有温暖哈、哦。对啦，啊，我的个性就这样啊，因为我想我已经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希望我可以做不一样。哎，我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哦，我这一个啊没有画，我待会这一个就不能跟它重叠了嘞。啊、哦，那我这个我不要画啊，这个我也不要再画了。啊，否则我待会就跟他没有重叠哦，因为我只是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 ，OK？ 然后你们有没有跟着？
有没有跟着慢慢绕？哦，缠绕就是这个样子哦。其实我们做的事情都是相对简单的事，非常非常的简单，只是有些时候你看起来它很难。所以我的工作其实是帮你们做拆解，拆解之后你们就会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其实人生遇到的事情也是这样，当你觉得它很困难的时候，大家也是在讲解决方案嘛。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疫情，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尽心尽力的去想出解决方案，哈、哦。啊，当然一定会有不是那么好的地方，哈、哦，或者是有很多很好的建议。而、哦、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心先守好，我们的心能够守好，原则上至少不会给社会再带来更多的麻烦，这是我们基本可以做的。呀、yeah, 对嘛齁、哦、好，我自己说对对。Yeah, I like that, alright? 好，你们会发现哦，我这一块就是比较紧，就是比较靠近很小哦，然后这一块就比较大，有没有啊、哦、那我们待会就可以来处理这个比较大的，也可以来处理这个比较小的。你的画法是这样，就说如果我今天画到这里，画到这里，然后我就继续走这个光环也可以，或者是你就直接画里面也可以。那因为这个很小呢，我就继续画光环好了，好吗？反正我已经快把它画完了，这个我就 demo 画这个光环，继续画到不能再画了。哇，这个画好了，是不是这样叠起来很美？很好看呢、欸，是不是很有立体感，也很有层次感？然后它的画法必须要1 2 3 1 2 3 4 5 6，它是要一圈一个一个下去画，它才能够层层叠叠 ，OK， 才能跟洋葱一样。洋葱不记得歌词哈，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 ，OK， 一层一层 ，OK 吗？好，那我现在画这一边咯，哦。是不是很美？对啊，因为它就是你要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去叠。有时候我们的习惯也是这样，我们今天能够做21天的话，也是一层一层去完成的，对吗？好棒哦！我觉得你们应该给自己一个 special 的 reward， 奖励一下你自己。你如果做到了的话，哈、哦，比如说今天呢，给自己多吃一块巧克力。那前面的168会破功吗？应该还好了哈。然后会给自己吃个蛋糕哈，开心的，或者自己吃个肉粽，多吃半个，给自己奖励一下。好，我们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继续画这个线条，好，但是因为我这两个已经到了尽头了，好，那其实我也可以不用跟了，我这个做法跟它有点不一样哈，我做一下不同的画法，你们注意看哦，我就不跟进它了，也就是说我本来应该要从这里往外切，对吗？但是我也可以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就不切进去了，我直接去做这一块这个区块的光环线、啊、这样也很漂亮，就是我不切进去，我本来应该切进去，然后再切再交错嘛，像这样交错，你这边也可以不交错了，所以这个比较宽的呢，你就可以做不一样的变化。 OK， 其实我应该要转动，我比较画啦，比较好画啦，但是我就想说尽量不转，你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哦、但是你们要转哦，不要像我这样，因为要转其实画出来的美感才会好看，是不是？有没有？是不是很好看？真的好好看哦！哦，那这一款的话呢，原则上如果我们要上阴影的话呢，它的上法其实还蛮简单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有层次，这个有层次，如果你们有的人想要上颜色，也是很漂亮。好，你们也可以去上，比如说前面。你可以把像我这两个，我就会觉得好像这里是一个大圆，这里是个，这像不像是个新月，我就可以针对这个的新月去做文章。像如果是小孩子，
小孩子我会请他们做的是，我会请他们跳线条去上色，就是黑色，那空一条，那这一条就去上颜色，再空一条再上颜色，然后小孩就会问老师，我要可以上不一样的颜色吗？ Of course， 那小孩就上不同颜色出来之后超漂亮的，真的我没有骗你啊。所以你们也可以去针对这个颜色的地方啊，这个线条，如果我们家里有孩子的话啊，就是黑色白色，然后颜色白色颜色白色颜色白色，这样上上去，这样也是超美的，真的我没有骗你。 OK， 哎，我这一款要来上颜色，我这一款用黑白好了。我上一款是什么？哦，昨天画肉粽嘛。 OK， 肉粽是有那个什么，有上色嘛，对不对？ Hi Sharon， Thank you for coming in. Wow, where you come from? You from United States, Sharon? Sorry, we are teaching in Mandarin. I hope you understand. Okay, all right. 是不是六条线全部先画第一层光环？对呀，我现在只画三个嘛。啊，我是不是三个也是轮流画？我这个就留着，好，我就留着，让你们可以自行去涂颜色。因为我如果涂满了，我怕很多人就是把所有的颜色也都涂黑了，好，你们可以去涂不一样的颜色，然后这边也可以去上不一样的颜色 ，OK 吗？好了，我上给大家看好了。我们时间来得及吗？允许吗？来，让我上一个。哎，我的 Tiffany 蓝呢？Tiffany 蓝，我不知道哪个是 Tiffany， 然后这个是 Tiffany 蓝吗？可是这个蓝好像不太清楚。然后再上第二层，对，要一层一层上。好，你如果先这一个三角形，你自己先就是直接上完的话，你应该是说你如果一边啊直接上完，再上一边，它就不会有这个交叠感。所以你要一层一层上，或者是你至少这个三角形是一个上完，一个上完，一个上完，一个上完。这个三角形是这个左上一次，右上左上右上左上右上 ，OK， 好吗？好，来，我们可以来上一下这个。其实我这个没有要上颜色啊，但是还是上吧，我怕大家听不。老师你讲啥？听不清楚。OK， 我这样就有上颜色了嘛，对不对？你可以上同色哦。也可以上不同色，孩子最喜欢上不同色。孩子最喜欢来问老师，我可以上别的颜色吗？老师，我可以都不要那个吗？那有些小朋友会很偷懒，老师我画这样就好了。他们很喜欢这样，老师我喜欢这样，这样就好，他就给我画两笔，然后他就会被我推荐。OK， 幸好台湾的小朋友们很可爱啊，他们还是会有那个现在有很有想法的啦哈。 OK， 这样可以哦哈，可以有亮亮，也可以全部涂满哦。小朋友是全部涂满也非常好看，真的相信我。 OK，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把这一块我当成新月这样下去画，这也是个方法。 OK 吗？好，来，那我们来快速讲一下呢。 How do we get our shadow here? We're gonna have a shadow here. 我们来上阴影。阴影的话呢，这总共有六条，你在六条的边边两侧要上阴影。我先来上这个蓝色已经有上色的这块，上个阴影，我上这个区块哈。那你们会发现上阴影会有一件困扰，就是老师我这个已经涂黑了，还要上 2B 铅笔吗？其实你是可以不用上的，可是通常呢，我们在画的时候为了要减低自己的困扰，你就是整条线上就好了。因为你画在黑的地方其实也看不到啊。假设你真的很钉钉的，你就是黑的，你不想上你就不要上啊，你就上这个有露出来的白的 OK 吗？好，来，我上这一块给大家看哦。这边也一样哈，我上这个三角形给大家看哈啊，每一个三角形都是同样的模式哦。 OK，我这边已经涂了，黑色可以跳过哈，但想要直接也是 OK 的，好吗？
好，再来有几个地方你可以涂，像我这一边我画出来的，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些尖尖尖尖尖尖的地方？这个尖尖尖尖尖尖连起来，我还看到这里还有尖尖尖尖连起来。我讲话就很像跟小孩子讲话，很幼稚，尖尖尖尖。OK， 好的，可以吗？哦，画这个尖尖，画这个尖尖，还有哪里有尖尖？这里有交错也可以。好，交错可以直接画，然后你也可以单一个单一个画。All right。来，我的哎，宝贝，我的纸笔呢？我的纸笔是掉了吗？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呢 ？Where are you？ 哎，我的纸笔真的不见了呢。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我找不到我的纸笔。等一下哦 ，Let me stand up。我应该是把我的纸笔掉到地上了吗？是不是，宝贝？你去哪里流浪了？哎，没有哎，啊，你去哪？我把它丢，我把它放去哪里了呢？好，那我找另外一只好了。不好意思，你们稍等我一下。I should have another one。你们有没有笔多到找不到的困扰？有吗？好，我的笔就放在一个笔筒，但是我就是找不到它。OK。我刚刚是有把它拉出来了，那它不知道滚去哪里。OK， 来，我们现在来上这个阴影哦。OK， 螺旋吗 ？OK， 娜娜说是螺旋，对，它也算是。然后我们上阴影的时候呢，在你这个边线一样，你可以前后拉，你可以做旋转，但是记得我们刚刚画的这个 XI 跟 X 的这个空格的这个线，这个光环线是要非常明亮的，所以你的黑色铅笔请不要去弄脏它 ，OK 吗？所以你的 X 跟你的 I X 哦，不是 S 是 X， 还有 I 必须要是明亮的，不要把它涂黑哦。那、哦、它是你最重要的一个标志 ，OK， 不是 BMW 哦，也不是 Benz 哦，是 I X。今天我们的品牌是 I X， 然后有没有看到它这个？线条呢感觉就从这个图案浮出来，会让你下面的这个层次会更明显。再来，我刚刚有画了这个尖尖尖尖的地方，你也可以去涂，稍微把它拉一拉，做一下旋转，让这个立体线呢更多一点。有没有觉得跑下去了，立体起来了？ Oh my goodness， yeah，Well done， 而且你们的作品都好有创意，好美哦。很多人都觉得说，老师你也太会夸奖人了。我没有耶，我真的觉得你们画得很美，你们有的创意都比我还好。但我很开心，我非常的与有荣焉，就觉得你们真的很棒。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教练，我可以把我的学员呢，或是把我的运动员呢，这个他的潜力给发挥出来，教练是开心的吧？是吗？哦，虽然我们不是要出个比赛，但是我们在社团里分享就觉得很赞啊，就让更多人可以欣赏，这不就是一个良善的循环吗？你要看到了这个立体感了没有？哦，就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很棒哦。我们这个是卸妆了哈，这个是化妆。这个是卸妆后的样子，这个是有化妆的，我们看到有化妆的就是不一样，对吗？对的 ，OK。那今天呢，这个作品到最后，请记得画完之后要谢谢自己，给自己这个时间。再来呢，记得在你的作品上面找个位置要签名 ，OK 吗 ？OK。婉玲唱回家就回来了，自己前面一组。OK， 哦，我看到我老妈给我按赞了，今天忘了跟我老妈打招呼。来，同学，这个因为有很多同学呢，在我们的社团里面，因为需分享的时候会不小心放 hashtag， 然后呢放井字，那我们不放井，那我现在开放一个让大家可以放的，就是你们可以，如果是在这边学到的哈，直播学到的图案，你们可以帮我标注一个小老鼠。
蒂娜胡思乱画。这有个好处是，第一，你们想要标注谢谢，你们就用这个标注法 OK， 那至少开放真的是让大家可以谢谢，因为很多人要谢谢，但是没有婉玲还说学姐好，你都记得呢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让看到你的美丽作品的人，很想要学的人，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找到这个粉丝页里面的直播连结，好不好？这样我在回复的时候就可以简单一些，因为我每次都要去帮忙回复，其实难度比较高。那就请大家帮助我好吗？就是你们的作品从今天的作品是21嘛，对不对？你们在 po 文的时候，或是前面的作品，慢慢你们要 po， 帮我标注，然后你们要写说那个谢谢 Dina， 你们就可以谢谢，然后 at 小老鼠写，你们打这个其实它就会跑出来了。你不用全部打完 OK 吗？哦啊，要打对哦，是帝哦，帝王的帝哦，口内纳 OK 吗？因为 Tina 很爱讲话嘛，所以要有个口又很爱唱歌，对不对？哦，悠悠说什么22件哦22我不知道什么时间哦，但是我们会我会尽量看，如果时间允许，或许我们来挑战30天，21天跟30天还差几天？9天，或许这是一个想法。哎呀 ，maybe we can do that， 但是也要在我时间上允许，好吗 ？OK， 那请记得分享的时候帮我加这个，就会让更多人知道你的创作是从这个地方，也会有直播连结，他们就可以看到了。And thank you guys for coming in today。你们真的好棒哦，维持了这么多天，不管你维持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都很棒。OK， 然后你们作品完成了就尽量分享，请不要认为你还没有 OK 才就不分享，分享是一种态度 ，OK， 就是一种给自己的一个往前进的动力，好吗 ？OK， so stay good and stay good。Stay put, OK， 待在家哦，哈，就是出门的次数尽量减少 ，OK， and have a lovely day, OK， we have a lovely day ahead。今天还有很多很多时间，你们可以慢慢完成你们一整天想要完成美好的事情。OK, have a good day, and I love you all. I'll see you soon. Bye bye.